恋情曝光，宋祖儿阮经天深夜密会聚餐，街头其现身关系亲密。8月26日，有媒体曝亮，宋祖儿和阮经天一对老搭档现身某饭店，两人深夜密会聚餐谈心。阮经天从头到尾抱着一只宠物犬，两人都是穿着白色 T 恤，俨然就是情侣装等既视感了。粉丝看后纷纷留言，这是恋情曝光的节奏吗？从近日曝出的片场照来看，宋祖儿与阮经天在拍该剧的时候肯定很开心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热聊不断，宋祖儿吃了一口饭后还露出搞笑可爱的表情来，并给男主阮经天夹菜，结果被阮经天实力回绝了。而同坐一桌吃饭的还有另外一位演员，虽然宋祖儿比阮经天小16岁，可两人演起还是挺有感觉的，加上阮经天长得高大帅气，宋祖儿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活泼开朗的女演员，而且目前人在大学读书，现是读书拍戏俩不误，如果找到与阮经天在一起了也是不错选择。